天要我哋做呢咁粗重功夫，仲有咁多下人嚟等我哋做。相公你又何必？你不过系辛苦下啫嘛，几咁闲啫？好多细佬明白添咋，虽然我同佢唔系一个阿妈生出嚟嘅，不过佢对我好似亲生骨肉一样。若果唔系啊，呢个咁嘅家庭啊，我留半日都难以留恋。
我都唔娶老婆噶啦。 你玩哪一栋我呀？
系喎，系呢啲啦，即系咁扎扎地地啊，系嘛？即系嗰个家姐啊，等阿福娶到老婆咧吓，我哋连个炮仔啊，前两公婆都未。使乜你讲？鬼叫佢唔系我亲生噶，我连佢左手左脚添啊！人情世态。我可以自尽其力。
若果你再得见那夜，我实被猪狼斩。你真系癫嘅你！
拖雞拖鴨時時都係咁噶啦嘛。怕咩嘢？嗱，好啦，但嗰日你叫我樣樣都可以順從你，但係叫我做呢樣嘢咧，我真係唔敢咧。呢樣嘢你唔敢做咩？好啦，你唔敢做，咁我又唔勉強你做。不過你話樣樣嘢你都順從我啊嘛，係咪啊？係。咁咪得啦，行上嚟啊！嗰個井今日就冇水泥，咁你知啦，又褪水用。我想你同我落去執緊啲沙石上嚟，希望佢有多啲水底啊！啊！叫我落去呀、啊？好啦，有安人，你知道咧，呢个井成日都系冇水嘅咧，就算执咗啲沙石上嚟，都唔会即刻有水嚟嘅。咁又唔系咁讲啦，你落到下边喺啲石罅处挑晒啲沙嚟，咁嗰啲石罅处系有水嚟噶啦嘛。有安人，咁样做法都系冇用嘅。咩叫做冇用啊？我睇你都系唔想落井嘅啫。好啦，而家两样任你拣。一系你就落井，一系就做嗰样，你话咧？做边样咧？实系你做我个新抱噃，我系家婆噃，我使你做嘢咧，就样样你都应该顺从嘅。而家任你拣咧，都已经俾面你啦。你若果唔做咧，你系智慧不孝。你拣啦。好啦，我落井。你落井係嘛？咁你企住啦，我解個籮俾你坐落去啊！你唔使幫啦，唔使得噶。啊，大嫂，我認為你都無謂落井啊，不如就做嗰件嘢法啦。安人，我唔敢殺生，我寧願落井啦。哦，你唔敢殺生係嘛？好啦，你唔殺生啊，我殺生你啦。你冇我，你又点啊你啊？我冤枉你，我将我老公拉死噶，你害咗我阿妈。
你咁做法唔啱嘅。你睇佢咩？轮到你话，真要用佢嘢。阿妈，我虽然系你亲生嘅，我不念就烂我床头都系父母啊！呢个话晒真系你个孙嚟噃。我好好好味，有啲咁嘅孙，唔好芋头就唔好种吓。呢个系你嘅仔嚟啫嘛，你唔系我生嘅，你若果唔舍得个仔，坐埋佢一齐写。吓，我同埋佢一齐写。阿妈，你点样对待我两公婆？你自己问下良心啦。而家我老婆唔死都惊你死咗啦，你仲管我两仔爷扯？好啦，我扯，你惊我出嚟搵唔到两餐？刘仔，我同你扯，我同你扯，吓，阿爹，我扯，扯，扯。我就是这样敷衍下你了，真是笑话了。良夜花烛照红杏，春风乍栏步履四出现。Thank you.
翻出做咩啊？同我闩埋道门佢。我哋大家都被逼嘅，不如以后大家都维持初衷，彼此做对寡夫妻好嘛？咁就最好啦。不过安仁佢、你放心，我哋喺广做咩事干佢唔知噶。嗱，以后你就分床，我就分钢床啦。咁有乜好呢？你分床，我分钢床得啦。你话晒你系女人，我系男人嚟啊嘛，唔好客气啦。我哋经理爷啊，快啲瞓啦！阿弥陀佛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家嫂，老爷，哎呀，碗又咁热，就俾老爷饮啦，用乜嘢六亲佢咧？差一阵都唔迟。你仲唔翻去房？而家夜咯噃，翻去陪个仔吧啦。等老爷饮下药先啦。唔使咩，你服侍老爷饮药啦，大把人服侍。你要明白我娶你翻嚟个目的，就系恨抱孙啫嘛。你啊，翻入房，俾啲心机，同我快快脆脆生个孙出嚟啦。飲完就未啊？未飲完。點解你唔服侍佢飲完藥先翻出嚟咧？奶奶唔俾我服侍，叫我翻入房陪你。你估我細佬哥怕黑咩？阿媽真係冇解嘅。我經常病，我病病咗幾個月啦，都唔有起色，而且係腫嗰度瘡，我恐怕又。唔好亂講説話，貪利是咩？好啦，你翻入房先，入見阿爹先。望你有灵有食，保佑我老爷佢平安无恙，长命百岁。做咩事啊？二少奶，今日做咩要翻出嚟拜啊？嗰二百佛像都俾阿夫人收埋咗，你都知噶啦。如果你再拎个翻出嚟，阿夫人见到一定发脾气噶啦。要保啫，我枕头唔系靠得烂噶。
大东占指定啊命。系呀、啊。你包保佢就定有制生烈到啊命。像杨远啲时限到咯，像冇影噃。我正想掹你去打听，食只面啊用啊嘴，炒碟牛肉啊米。日紧至问完啊，估我老祖想偷听噶啦。你先生大帝才又咁劲，政府正快为阿英，时候到啊，冇使你有罪名。哦，或者你孩儿有病症啫嘛，忧你衰应，我正全啊加以多产性噶嘛。佢家姐，家姐姓儿，姓好命，一个门生一抽一家情。妹妹叻得到都未计小生命，条条例说明可保证，望听医生教方法的如何就快天命。我猜你唔衰，唔讲我唔应啊。哦，阿英，手足，手足啊，你要嚟做咩啊？我嚟唔系同你借钱，你唔使惊，我揾问你。为什么这么久总不生？不是啊，你不生就我死了，这样就惨。哦，这不关你事，不关你事，你就走开。阿福啊，什么？我看你，我看你不是挺婆，你肯有些病啊，是不是？你阿英是有病啊，一改未见症，真啦恐怕患妇科症。我带你去找阿医生验验啦。我请阿去睇街症啦。食个粥，高感冒啊英，哎呀你生得过啊症，斋心记你，我问你攞心肝经过，生世无限命。看呀就爆生症啊，乜病啊？你叔叔病咯，我系激死我阿英，喂，你共佢点样病啊？当日我正系输干净，等钱食米乜都定噶啦。其实我前日都惊痛啊病嘅，喂，快回啫！赶入绝狼岭。你好高曳啫，又不生性。好做唔做，今日升就有今日升，你先至系不生性。咩唔好笑啊，细佬？家姐啊，又是林阿二嫂冇仔生嘅你噶啦，系咪咧？梗系咧，一个死男和狗啦，佢先晒包单噶嘛，啊包生仔嗰、那个，而家过晒期都冇仔生，你话使唔使追受佢啊？你追受我都冇用噶，我又唔晓生。如果我晓生，我同你争。我争过你啊，使乜你同我争啊？你攞条纸嚟噶。哇哇，舅老爷，诶，哇，你又睇头睇脚咁，你梗系学过埋医柳庄，想赠阿英两句系嘛？我啊，正日阿刘。我个大阿姐家又蛙姓阿刘，睇到个好相就系口蛙水阿刘，所以我刘蛙嘅心呢，赠两家句，睇佢柳啊，叶啊眉，衬住个桐花旗呀眼，黄蜂啊咁嘅腰，扎扎咁啊嘅肚，成朵出水啊，护蛙啊佢咯，同你睇呢，气啊家声。所謂一點黃谷一點財，嗱一得點不清難一點災，你只一氣就滿啊我話慘，一定生啊仔個對啊衰啦，排啊八得字，只因就冇啊相沖，丙申又啊相合，直情五行相啊配，食神相啊下座。起呀神啊吹，
啦啦呀，成个二男将，如果话你帮佢有得争，我都敢帮佢有得争。系咪？嗱，听下，寇老爷都话成个二男将嚟啊！你就够话生仔过对岁啦，而家将近两个对岁啦，都未曾见佢生，讲乜鬼啊？阿妈，咪佢成日咁混混啦，阿舅父讲得啱嘅。咁有得生嘅时候就生嘅啦，系啊，你生就肯去生嘅，迟早啫嘛，真心急即嗱啦咪得，咪还住养心，我走得啦，我交代晒啦吓，系咁话啦。唔俾喐啊，走咩啊？唔搞掂咪点扯得啊？咁嘢狗，唔使多讲啊，家姐，我睇佢个相都就有得生嘅，系啊，点解冇得生啊？梗系有个原因。有咩原因咧？迟啲啫，迟啲。哦，我明啦。一定是未曾打过地气啊。什么叫打地气啊？是的，应该去三多谷那里打下地气。三多谷的地方呢，多福多寿多男子嘛。那些人没得生，你梗去那里打下地气。一打完地气回来就即刻有得生啊。为什么不叫二嫂即刻去打地气呢？为什么你又不早点说？哎，现在说得未迟。哎，那就最好了，今晚即刻执埋啲嘢去啦。冻咩？我哋执咗棉铺去又唔冻噶啦嘛。系啦系啦，有被铺啊嘛，冻啲又有啦，冇人同你去。哎呀，你快啲打个地气噶，阿叔唔使受人气噶嘛。好啦，咁我交代晒，咁我扯得啦，系咁话啦，快打地气。打完地气冇都走啦，你都跟住你啊，唔好讲咁多啦，即刻入去执咗棉铺，咁就今晚即刻去，好嘛？我而家谂谂下，真系放心唔落。一心带佢嚟打地气嘅，你话佢唔瞓，第日就行又企，嘥晒啲时候。我要亲自监视佢得。吓、啊？你去啊？系咯。唔好去啊！点解咧？有乜点解啊？里边啲碎气好犀利噶嘛！啲人打过地气，一撞到碎气咧，就梗有新技嘅。容不如你撞到碎气，你有新技起上嚟。你话几时？廿初系撞鬼咯，咁我真系唔去啊！梗系啦，我唔去又揾边个去啫？使讲得，梗系要我挨下夜啦。吓、啊，你去啊？你咧就唞啦，我就出去巡下，咁啊得噶啦。都好，咁你入去巡下啦、嗯，我喺度看住，唔俾佢入嚟啦。咁就通啦啊！过嚟，家姐。得啦，你瞓啦。你靠近的了，我
爷没有富裕的。文呆。文呆。大滔天，我是本局的黄风精，本来就不想伤害人命的，但是见你太没人道，我特来取你的命。哎呀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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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见正道逢多密集不抽谷，条锁是叻，俾我开放，俾我开放，立即换平王。嗰时喺阿夫人度啊，我哋而家赶住去公堂啦。如果少拉系冤枉嘅，佢一定冇事嘅，你放心啦。恩公。恩公，边个叫我？恩公，你是何方神圣啊？我是生多福的黄风精，一年前我偶然飞嚟你的花园，竟然俾你的侄哥打死了我。好彩得恩公肯相救，我现在已经修炼成精。而家你位夫人有劫难，但系有惊无险嘅，你可以放心。我现在疯狂保护佢。阿弥陀佛，品相大老爷凡夫经已晕咗，暂时退堂，请班车走，开去一行。阿姨，阿姨，都来啊！害咗你啦，爷！太老爷，啊，究竟呢件案审成点啊？嗰个犯人死口都唔认噃，我睇嚟呢件案咩啊，有多少冤枉噃？咩冤枉啊，大老爷？佢真真正正系害死我个细佬噶，呢件事唔系冤枉嘅，你实行判佢死罪啦。诶，点解判得咁容易啊？咧，有件事我想问下你，咩事干呢？呢一个犯人系你个心腹嚟噶，你应该要救佢噶。点解你？有乜点解啊？我娶佢翻嚟做新抱，就想佢生个孙俾我抱噶嘛。点知咁耐佢都冇仔生，咁我就想同个仔立妾咧。唉，佢喺度啊阻住晒，咁我仔就唔敢娶噶嘛。咁一定要佢死先得噶，佢唔死我哋就绝种啦，个大老爷。咩大老爷绝种啊？我哋富家就绝咗后啦嘛。我个侄女包有仔生，我仔生点啊？一年不生，十倍报还，任赶唔嬲，财狗立单，岂有此理话？呢张咁嘅包单你都立得嘅？
下。我终于知道点解，当时我迷迷惘惘，跳咗落去山间，突然间好似俾人敲翻咗回山顶，所以我只有唔死。荒唐人，你仲荒唐话，一家无事不慌啊！有啊，多有。那种火炉型，恩同仇型啊，安啊！冇啊，我哋嘅火啊，系火嘅啦，系火啊，系火啊，系火啊！原官你打鬼撞错章，原官你审案入错案，原官我当老臣王，原官。
压佢，佢痛佢福佢不光。杀我你断我生，你冇望。杀佢佢断佢死佢定当。Thank you.
雨下，雷电太疯狂。有花忙，可惜你要乱解信，变化你独个，痛歌受苦痛，我已有不安。可惜见分那肥，三载守孝门，难门复见郎。莫孤自悲，将来吃经过阎王审判。错音三九重地狱，挨咸苦不去轮回，再于转还有帮我的救孝。三年半，云游方苦，济时间，家财国款，悄然去，又讲财英足疾。在病患王恩的后无知苦，恨得风王救助保难关，得罗成夫子同将会，家门重整，迈归还啊！三双飞扩断长板桥，我话佢有头威到尾啊！人赵子龙什么百万军中藏魔头，佢无非靠撞彩是甩得真嘅。火霸王佢费尽迷恋嗰只虞姬，搞到乌江要自刎，一蓝莫狗，唔系，一英雄狗，凭一支爬山竹，横扫啊千军，呢个救家嘅大将军，二将摆齐。来公居上任吧。你不是狗叔？哎，你识得我？啊？你不是阿卜你？是啊。咦？阿卜啊？啊？乜睇你？你又南泉猪？哦。乜你做咗和尚啊？喂。你的三张嚟紧头噶咯噃，乜你嘅细仔总未曾行过一好运噶、啊？
我哋啲出家人自甘淡薄，九叔，你好似富贵骄人喎。因为我救家立奇功，官封一品，且看我金马甲。哎呀神啊，你只是金马屁，上打昏君，下打残臣，我才九个威，夜明朝夜震，你顶火头华贵，插满晒钱鸡尾，谁不贵呀、啊、我杀气腾腾啊！喂，你想求富贵，逼迫无功名，跟住我捞包管，你稳阵呀！你只知白银盔，只知黄金马印，只知美人如玉花如金，又令之繁华过眼似秋云。你又知否黄母盘套天家行，又知否无人无我不灭不生啊？终将两鬓为寻妻，何处芳中求知人呢？我听你讲得道理的似层层，原来你是装古琴的。你身为个出家人，你应该要忘脂粉，万里都去寻妻，可见你的色空的犹未泯。乜嘢叫做无人与无我？实则你是有我亦有人。乜嘢叫做不生与不灭？实则有灭亦有生啊。世俗有伦常，天佛亦有好情感，如无情感在，如何度众生？此来我无别意，一见了前因。哦，你找阿英啊？阿英的意思当日的范宫女啊，她如今已作表叶海的中人啊。阿英是一个纯洁的佛徒，断不会作烟花堕品的。哦，咁然则你一唔信啫咧，你快啲抬头睇一睇嗰边，你睇下香居再美人啦、啊，嗱、啊。我令你饱受折磨，我岂别来无恙？相公，你见讲我流离受遣，腰围胆，总为公私苦念来。阿弥陀佛。Yeah.
探入密室牢笼，情欲望。Thank you.
见下你面嘅，系嘛？你点样惨白？气红气红，云雾渐开肚，雷电渐开脑，遥见啊残酷轻啊影，探到。你有一分空高，我便一分飞高。是提实推敲的道，仲有花针珠子波，又有金刀玻璃，又痛又石的肉质太难道。我是三江敲的子，逆天界佛祖，正要换座母，帮座母，以点先法为引导。妈，妈。点都唔办啦！哎呀，呢度阴间好惨嘅，你既系食咗佛，你就似佛子救下巴啦。呢度饭又冇得食，水又冇得饮，啊，好饿啦噃！哎呀，我浸浸话饮下啦，连水都冇饮噶，水都冇食啊！你点得咧？好啊。
原来将你炸油煮灯啊！唔得啊！阿伯，我见你哋会离开啲啊！Bye.